assim.好像是冲着咱又来了。没错，这枪声是越来越近了。这可怎么是个好啊？什么怎么好啊？肯定是中共游击队来抢，给抢人了。这回你肯对了，他们是来抢人的。那我这样，你带着人到门口守着去，别让他们进来。哎。 我，三姐，我没有子弹了，我也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 命令埋伏的人冲上去包围他们，抓活的，绝对不许伤了我的战马。嘿，三姐，咱们被包围了，来吧，让他们都来吧。咱们还撤吧？撤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撤。你想吃了我矿泉，那小鬼子爹！ 踏碎小鬼子的人头，拔刀！
快点。老栓，你俩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。哎，老个老，别耍滑头，想逃跑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哎，可不，可不，可不，别弄屁事了，走吧。